当初学校上的民众对庙里的印象就是朴素，甚至呢还准讲小样诶，讲当地按做庙里鬼。甚至方有引来引导，从爱大变的庙里字体，向爱反转人阿人的印象，对视察文化、自然水文，开发新的管道，改变庙里印象。接下来就来看，学校上人呢，佮对七家出发，震撼庙里市菜地的创新团队。甚至还行出去，去到中南同路亚钓蔬菜，一乃去寻人，同有强勇理念的后生人连连落落起来，继续发展，从而展现出还看无强勇的魅力。记者胡凡之同蔡依菲的报道。当转来庙里的时节，计时想讲，哎，转来庙里要做买个条路，哎，打拄好就有只机会，然后就是摇一间店的接手下来做。啊，这个你包装先留着。嗯，对。如果你那个一个礼拜有问题，可以来换。好啊。第二片做的时节就发现，哎，一片的长辈啦、老人太衰啦，然后都去交流啊，其实都神奇，因为其他都买的东西，还给生发的反射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我们在这里会观察到大家在这里如何生活。五景八方，行行都有，乱嘈嘈的有钱人人的空间不摆，家庭们一度老实的衣服，一间脱 Q 变苗传统市场度的裁缝店。一切都是隔壁邻舍交流感情的所在。因为本次年轻人决心转到家乡打拼的陈建生，经营一间店的，就知道以后人情味。像老人家，佮手机唔晓用，佮就拿来问人家的哦，就搞佮用手机的，安尼哦，咩搞佮手机的时间，咩谈到一些八卦。可以包给财富店，稍微一道小钱，平常是大灾故同神奇的事情。曾经是超有新的想法，加个转向计划，超有位新的做法。佢一间店面时节，发现大家买东西不但只系买一扎东西，佮买系一扎想法，也对生活的一扎想象。就说人就想啊，买可以另外一件，然后佮它精致，也系便宜，但是咩一好用，又有想法的东西来帮大家安尼。我按点签，庙里市嘅巷弄地图，也会有一件按到讲法，放一时下做强发的店面。一间店面嘅条件系对台北爱种大饼，还有将转来庙里家乡做设计好生意。哎呀，快听一间店面按到讲法，共同的讲法在内发，然后第二这个店面名就要客家话交流，讲话系腔杂音安尼。按前只要讲话话嘅前片店，就空妥庙里嘅行业地图。继续出现跳下马，一道车天意同文化工作者都看帅气。我一件店面出现啲庙里的时候，同都会讲冇可能。我因为庙里有安尼店面，很啲嘅细细巷嘅地方，其实也咩冇咩好奇怪，因为生活本身就有同多可能嘅变化安尼，也即共发存在第一只价值。一天又一天，世界当中其实有一道都是庙里砌铁的后窗的设计创作的补充。哎呀，快一间店面的时间，很多东西唔系人家自家做，包括我们店里面的商品，很多是我们苗栗或是台湾很优秀的创作家。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就好了，是邀请大家一起过来，所以这个店。虽然说看起来还是一个一个的商品，但是其实都是很多青年他们在这边去呈现他们自己，所以看到这些东西就感觉看到很多好朋友随时听人家讲哈，底下给说出来本要大家讲庙里的故事安尼。昨天同下本人顾好两间店的，曾经是咩好店店的面都，我同庙里一个合作，发挥文创的影响力。你虾子啊，董江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后生人哈，他更有创意，安尼穿好啊。第一摆，啊，拄好生人拄西后生的一年生咩，佮又按西仔，差不多四四方方安尼啊，生人看到都懂欢喜啊。虾子滑，起来很用啊，
这样子下，下吗？我们没用下，也下死在手笔啊。可是下寸还黑暗呢。又按讲。用现代特别的方式来写题诗，做成连年同银行业都都无看过。唔但将写出几次假真写出来的诗，也给客家诗还用爱言诗来写。也用音千号买。还是迄以后爱古用的大拽鼓，同到人讲客家话同南学，咩用人为去学较神奇的，但是呀，神奇的诗安样会表达出来？想讲做第七个下款呢？跨出家己书皮范围，苗栗诗曾经成立爱饮客家诗，对春联能够开展到苗栗北部神秘殷勤的素材。中南小镇的金源之神业，中南下亚客家诗哦，新的方法来写，就想要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。啊，啲苗栗中港也以前有做动作金纸，金纸当过有个神明的图样，客家诗做得有神明的寓意，有爱客家诗诶创作来合作的话，就可能有本太家较好搞、较神奇的想法，沿条北港。那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是福地城船体，它有介绍，就是刚才讲这刚才是巨舰，然后这个是船体，它有一个对应，所以记录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形式。有条过去安阳仓的阿福卡头前有小河，同苗栗市亚比民众同水还有水中的生态都有关系。故说一只当地海豚水将会对水来出发，唔但想喺面都头摆，还爱看水的将来。以前无乜嘅玩具，无啊，现在有手机好搞。嘛，有看到乜嘅就用乜嘅来搞。一只个细船咧，就系佮伊个细时间的记忆。因一下啲找寻水遁机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东西，觉得非常的有趣，非常的特别。竹叶小船摇啊摇，天天水遁流到海底度去。这间神带的当厉害团水，加上老人家一条意思水来过年的嘅想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啊！要画，这会弄脏。平常是好多摆行路经过的砖桥。看起来很平常，不过对设计、造价、戴价、行的、用的，在行行有关系。古所安尼的沙棘行通，独特的抗体来影响行的到沙棘面中同砌铁的后层的。还蛮好刮的。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平常骑机车经过都会看到这些水沟，我们以为它只是单纯的水沟而已。然后因为也是跟大家一起讨论之后发现，其实它流到我们市区里面是一个水圳，然后因为我们在比较上面的源头，所以水会比较干净一点。可是慢慢越往下游去就会越来越脏，所以我们想说来这边做点事情。下面还是人家没想讲，下伊就看到两片的壁安尼有安尼一栋高，一张栋奇怪感觉。脏污本来就底下就有，好鱼这个图案也是原本底下就有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行动并没有把这边带来新的的伤害，而是用原本的东西一个负负得正的方式，然后变成漂亮的图案。我觉得好像两针蛮好的，因为这边很像太白了，看不出来。一些都是竹叶来的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那个全部倒掉嘞，变成装水果。我前等你孙呢，也是骗人的生意，是一片看见那个土毛。有我一个生意的蝴蝶个是。甘肃水同民众的连接，拆掉后窗的正义的台来关怀水环境，除了用胶土安尼的艺术创作，对父母来表现关注五个同重大意象。每艘的水准所有的元素来做天房行接接看到的客家面食水板。像我们这次计划，因为我们是水准，然后水准是用来
早期是用来供养种米，就是有水田。那我们这个米呢，就可以加上水之后就变水板。那我们这次计划就是以水板作为主要的产品，然后搭配四种口味是从水圳里看到的。对，一个是花生小鱼干，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土跟鱼。那我们还有一个是芝麻，是因为那个里面有一些脏污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红枣，就是其实周边有一些红砖，然后一些红色的元素，然后红枣也是苗栗的特色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九层塔蛋，就是我们里面有水藻，水草就是可以看到绿色的植栽，然后九层塔又是家家户户都可以看到的东西。2022年的时节，人家做南片上叶片的准狗。2023年，人家希望的变苗叶片，就是准狗的下游，每块是来做一些的行动。本台家的叶准狗是留对苗栗市全部的蔬菜，叶准狗对人家生活的影响。就是他是45岁嘛，也45岁的两个姐，是一种对于三年都以全年的行通，对村外种大饼都赚养了公益的，按精彩丰富又潮气的计划。曾经什么讲，有上时的现实还能可以面对。想法是动静的啦，但是现实是动时间啦，吼。他有给他7年前，2016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有太阳花结束，看到很多的前辈啦、青年啦，都到自己的家乡来工作，或不管是本地或是外地人，他们都回到家乡工作。苗栗也有很多。那时候我在台北做的是新闻媒体，当你要太品牌啦、下新闻啊、颁发通啊，就是说，我当你要太品牌来做。我为一件事情，吼，也是第一样的做，一系列做得转到家乡来，要家乡的好，本太家地嘛。正向大饼真经有按改起，人讲起苗栗市天下强创地铁的咖啡糖，条家齐太哥亲身见证的一批又一批。对党友理想都放弃继续去村外种大饼的，伊咪可能当导演。伊咪啊，转来落实咪无安简单啊！伊去苗栗，唔讲我伫苗栗，我生活我落实，伊无像伫罗北，唔伫罗北，罗北反正来工读生涯伫大道城开店，伊像做肥的，伊伊当然伊做做得较多一只，伊做一张嘢，伊做两东西就拉白，因为。台北也很花一多钱来买东西，唔滴买滴五叶片，唔够我像台北样做一番，根本冇怕落实啦。对，老实说，我当初没有认识苗栗这群朋友，我是不会回来的，因为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我孤孤单单像浮萍一样。对，但是因为有这些朋友，开始一点一滴有认识在地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，在地的生态，以及回来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了，我才比较有信心。可能是转向强创也是择时。总本想要赚到保一只大饼的生意呢，想也想个，侬因为爱对木，其实大饼一切都有，爱创业才有将来，才有赚钱的意义。我觉得很鼓励年轻人回到家乡，或是去跟土地更深的接触，不一定是家乡，但是他跟土地更深的接触。可是我会比较。建议大家去思考创业跟就业之间的差别。快点的啦，要创业啦，不是唯一的方法来表现你自己。做事要本人强，不是当创业的事情，因为跟不是你的一个专业的表现这样。这个电视还有就是生活没看稳定。我们看到那啥，有个节目报道啦，也是都只同只看到卖人到出条安尼，就讲讲啊，硬只家本人抢做条路安尼啊，唔好唔好，硬讲讲吼，转到家乡做嘛该就好。毕业，毕业。哎呀！像曾经是安尼嘅苗栗非常强烈，也竟然呢未见来见到，家头未开始连接团结力量体。接书行得到，想要赚到保一只按单纯想法的好生意，爱美丽彩铁的创新力量，进来进发展。